不够我塞牙缝。原来地上的瓜子是你们的，被我吃了。原来是你偷吃了我们的瓜子，你真是太过分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们别生气了好不好？哎，我可以表演节目给你们看。看我，我要开始了。没碎。这也算表演？哎，别急啊，我还有一招。我们霸王龙的牙齿坚硬无比，可以咬碎石头。你用石头砸我们！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。有好吃的？你们等一下，马上就好肉好了，来吃吧。别，这是什么呀？不好吃吗？不可能啊。好咸啊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霸王龙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妙妙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帮帮我。我知道了，我有办法。
能给他们一点